精神，认真学习，传善法，报尊贤，勤行道，那能够接引更多的人间菩萨。此际给我得到这么多的本事，我更应当要承担更多的责任。感恩是最美的人生啊，懂得感恩呢、啊，都可以善解包容。所以呢，善解包容啊，那同时呢，感恩，这样吼、哦，就是人生的良方妙药，也就是呢，陪伴我们从过去以来一直到现在，还有未来哦，这呢都是陪着我们。因缘呐、啊，是跑不掉。我们现在呢是在播种跟福田。过去我们种的种子，今生呢、啊、我们播下的是这样的因缘。那我们现在呢是再造因缘，播善种子，来生呐、啊，哎。果报是今生的播种，我们今生呢所得到的因缘果报，也是呢过去生的。爸爸在我小时候就带我到花莲慈济医院急诊室，在那边推病床，然后推轮椅。那时候我还是最小的医疗志工，那妈妈在国中。也带我去花莲护专啊，带营队。疫情期间，我们分会也有提供给各个公所来做快打站。那有一天，我妈妈叫我载她去民权会所，我说：“啊，妈妈，你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你就留在家里面休息就好。”她说：“啊，今天组队长都要去文心南路那边开会啊，所以要去做招待，所以一定要去。”看到妈妈对这种慈济的精神这种使命感，然后还有把慈济当成自己的家，所以我非常的感动。然后爸爸妈妈就是我们的典范，然后我希望就是把这种慈济的精神传承下去。我22岁的时候，丈人您来台中，我就跑过去了。我心里想说我大概站一下就离开了，可是我站着之后就走不了了。我一直听到上人的声音，我就好喜欢好喜欢。当完成培训的时候，我心里好惭愧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做慈济事。隔天慈姐说第五第二公年哇外公年你一定爱你吧。那我一直在这个团队里面，我做得非常非常开心，因为他是假日我可以来做的事情，而且我就带领我们全家人一起来，然后也带领好多的朋友一起来。所以我说感恩过去生有这么大家庭的大因缘，不管你私人的家的过去跟现在啦，都是好因好缘，或是有烦恼等等，那都是过去。但是呢，现在开始知法说法，我们呢跟法亲会合，碰到什么事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呢、啊、互相勉励啊，那互相辅导啊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。师父本心也是啊，我也常常碰到了很棘手的事情，我也有解不开的烦恼，但是想到了我旁边有这么多的法亲，我旁边有这么多的好因缘，我们呢今生此世借力使力，把今生的缘还要拉好，拉好来生，总是呢一生一世啦，生生世世吼都是安尼一滴一滴接过去。其实啊，时间真无情，但是呢，人间是皆有情哦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那样的诚，而且呢，很正，走入了人间路了，
丝毫没有偏移掉，所以那样的正，那样的实在，那就是为了真正的入佛法，但是不是形象的，是身体力行的，是做出来的，也不是拜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那各位，菩萨道是很难行，但是呢，就是难行，我们也都要去行，才叫做菩萨道，也才真的叫做修行人。修行人不只是师父是修行人，在家菩萨啦，是智慧长，在家菩萨那要修行啦，是智慧哈，比出家更过在看用一定，因为你们都是在俗家，你们都是在社会，你们呢所接触的很广阔，所以看到感受到的事很多。我们呢、修行者是很单纯，只是呢似乎他自讨困扰，我出家了还要呢走入了滚滚红尘，所以呢困扰事也是很多，但是难盘点生命的价值。在三十几年来，我见证了慈济无限的这样的一个海外或是在台湾这样的付出，我很感恩上人有这一条路，让我的生命充满力量，去做到非常的无限这样的宽广。因为我本身有电子的专业，对音控的设备特别感到兴趣，那参加演艺的人员要吃素108天，从那个当下到现在，弟子都是一直吃素的。从东大园区开始启动晨钟举新法香，弟子就承担每个礼拜二的早上新法香开机，新法香不缺席，并且能够随时补位。每个月的潮汕音控也从来没有缺席。两个儿子他们在学校都是慈青，那大儿子也在2020年也受证成为慈诚。不管慈二代、慈三代、慈四代啦，那是代代延续下去。佛陀就说了《法华经》，希望大家人把《法华经》一直传、一直传，甚至传到50个人。50个人不是亲像恁安尼50个人呢，是安尼接、安尼接，吼，50个啦。咱若个当作讲吼，50年5525，佛陀迄个时代的50年，还过几代以后，就是2500年前，安尼开始传50代，安尼就是。去计算，咱哎，真感恩咱现代手指头啊一按，你要找的是什么法？只要一个关键字啦，什么法都出来呀、你吼得的这么容易啦，总是容易呢轻视它，因为得来真容易，所以容易呢轻法慢搞轻。感法清晰啦，对方呢也会很傲慢，所以吼、这款的心吼、要预防咱有这个心，要用很尊敬的正心呐、来接受佛法。啊，佛法呢，当然啦，咱的主旨，跟您讲吼，不要怀疑，菩萨道的过去到咱这个时代。这真正做出来，但是做是主祭师，是天下师，是佛陀正法传落来，
的正法门，吼，所以恁唔通怀疑，一定要相信。最起码你们做的呢，心安自在，而且很欢喜，因为本来我们就没有所求啊，无所求，所以就没有得失心，所以咱的心呢会很自在，做得欢喜。所以呢，这种话都是爱听，敬师成疑啦，一定要听。有的时候我自己听，我自己也是欢喜充满。所以吼、哦，菩萨们，这个、菩萨多啦，是爱共同行出来。一个人不成道，要群，要大众群，才能呢成正法道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大家人应该了解啦。